欢迎大家收睇 Cool Channel。睇片前记得订阅我哋 YouTube 频道，同埋揿埋隔篱嘅钟仔。小米最新旗舰机小米十三系列已经正式喺中国大陆开卖，要等香港开卖可能仲要再等一段时间。不过水货我哋就已经到手啦。虽然俾人抢走咗 Snapdragon 8 Gen 2嘅手法，但就继续由 Leica 嘅合作，配备三个 Leica 专业镜头。究竟有 Leica 加持之后是不是有飞跃的提升呢？我们来一场针对拍摄的快速测试。今次测试的是小米13 Pro， 采用了这个 6.73 寸 3200×144 像素穿窿 OLED 双曲面柔性 Mon。Mon 是这个国产京东方的，支援这个屏下指纹解锁 ,120Hz 更新率 ,240Hz 的触控采样率和 DCI-P3 广色域的。最高支援 1900nits 的光度，HDR Surplus、Dolby Vision 同埋呢个 SGS 嘅护眼认证等等嘅 ，Mon Spec 睇嚟都唔错。咁支援呢个 WiFi 6增强版啦，蓝牙 5.3 FC、4820mAh 嘅电池、120W 嘅小米澎湃有线秒充、50W Pro 嘅小米澎湃无线秒充、10W 无线反充等等嘅，咁仲支援呢个 IP68 防尘防水。机背咧用上咗硫光陶瓷设计。黐指纹就黐到傻啦！如果你唔甩套嘅话，真系一面指纹一面手汗迹，而且仲好捻碍眼嗰只。咁机身咧用嘅系陶瓷，咁代价就系会变到好重啦。咁单手操作咧就勉勉强强，握感上算舒适咁啦。我哋睇一张3440×144像素嘅图片，由于用嘅系曲面 mon， 直望嘅话 ，M mon 嘅边框系够晒窄噶 ，full screen 嘅视觉效果都相当之出色 ，mon 嘅光度够晒高，色彩分明。细节呈现能力咧唔会差过用 Samsung Mon 嘅。小米13 Pro 咧就创咗呢个 Snapdragon 8 Gen 2嘅处理器，咁最高系12GB 配呢个512GB， 基于 Android 12系统嘅 MIUI 14，咁透过呢个安兔兔应用程式进行呢个跑分啦，咁分数系120万分左右嘅，性能比起8 Plus Gen 1咧就高出大概10几万分左右，咁性能有明显嘅提升，不过最大分别系在于机身嘅温度。我哋用测温枪咧就 check 紧呢个跑紧分嘅小米13 Pro 嘅机背温度啦，咁平均机背温度喺30度以下嘅，咁散热能力嚟讲咧都明显比 Snapdragon 8 Gen 1系列嘅处理器咧出色得多，咁当然小米应该喺散热方面咧落咗唔少嘅功夫嘅。小米13 Pro 咧就配备咗三个 Leica 专业镜头，分别系 Sony IMX 989嘅一寸大5000万像素嘅 CMOS 主镜头啦。咁5000万像素嘅超广角镜头同埋一个5000万像素嘅长焦镜头，咁长焦镜头咧提供呢个3.2倍光学变焦同埋呢个70倍嘅混合变焦嘅。咁同以往嘅小米手机一样啦，咁支援多款唔同嘅拍摄功能嘅，包括咧人像、夜景、长曝光、电影镜头等等。当然仲有同 Leica 合作嘅水印，以及咧呢个生动啦、经典啦、鲜艳啦、自然啦、单色啦、单色 HC 等等嘅滤镜。用夜景模式拍摄咧，慢快门嘅情况下咧，影像明显就更为光亮啦。咁喺夜间咧，都可以清楚咁睇到各种嘅细节，暗位清晰，色彩还原度相当之高噶。用 Leica 经典同埋 Leica 鲜艳进行拍摄，色彩嘅对比咧更为强烈，加强咗呢个视觉嘅冲突，光暗对比分明，而且唔会因为灯光影响咗环境嘅色彩。咁灯色同埋呢个花草树木都能够呈出原来嘅色彩啦，拍摄出更加吸引目光嘅相片嘅。我哋用呢个超广角镜头咧，用夜景模式进行拍摄，同样5000万像素嘅镜头，能够拍摄出清晰细致嘅广角影像，拍摄表现竟然同主镜头差唔多，色彩同埋呢个曝光都有出色嘅表现，影像嘅边缘部分咧亦未有出现明显嘅广角变形。咁我哋用埋 Leica 经典同埋 Leica 鲜艳拍摄啦，咁拥有更强嘅色彩对比，咁色彩呈现就会更加吸引啦。我哋试埋个长焦镜啦，咁分别用1倍、2倍、3.2倍、10倍同埋70倍变焦进行呢个拍摄。咁喺呢个3.2倍变焦下面咧，仍然保持到出色嘅影像细致度，咁输出影像咧拥有高清晰嘅画面。不过喺10倍变焦之后，对焦嘅表现咧就有所下降啦，咁防震能力咧亦都系一般嘅，勉强可以睇到影像嘅内容。咁基本上咧10倍之后咧就作用不大噶啦。咁我哋试埋 Leica 嘅单色滤镜拍摄啦。咁黑白效果自然，黑白分明，暗位清晰，光位光度咧都适中，效果出色。
小米十三 Pro 定价一啲都唔贵，咁用上咗最新嘅 Snapdragon 八张二咧，性能劲就梗噶啦，而且咧亦改善咗散热嘅问题，长时间高性能运行咧，亦唔会话降频太多 ，Mon 嘅显示能力咧亦都唔差噶，影像光亮细致，完全唔似国产 Mon。咁当然耐唔耐用就需要时间去认证啦。拍摄方面啦，三个镜头咧都用咗5000万像素嘅，咁加上一寸大底嘅 IMX 989。在夜间轻易就拍摄出光亮鲜艳的影像，再加上 Leica 认证的滤镜，拍摄的效果更加具有特色了，整体性价比都算是挺吸引的。今次是一次快测为主的测试，当香港出行货的时候，我们会再做一次超详细的 review 的。